来到你们村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童话故事呀、有个童话故事呀、最难记的就是它的主角的名字。我们考一下吧，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德龙风发范德贝比布鲁比鲁哦。哇，你们很厉害。那我考一个偏门一点的，那个公主的名字叫做公主米拉和米切利。你们自己唱吧。那等下一定要唱得更大声哦。看台的朋友听到没有？这么爱恋哦。